新闻首先要来关心来自嘉义市会消息。嘉义市政府日前跟嘉义县政府重新签订县公车处营运市区公车路线，同意公车唔免开入去开2亿外经费拼建的后火车站交通运算中心。同时决定暂时无向县府对讨官司败诉判刑的火车站前的候车亭，引发多位嘉义市议员的不满。今仔日伫定期会当中接到质询，通会双方协议的内容犹如无平等的契约，牺牲嘉义市民的权益。每天有400多班的一个公车在这边跑，部长，你觉得你看得下去吗？你看得下去吗？你在黄敏惠市长时期，在不行的市长，你都是一直延续的，你看得下去？我们现在现在都是在前站这样子的一个使用的方式，让我们在造成我们在是前站的一个交通的拥塞。嘉义客运退出市区公车的经营，换嘉义县公车来走。但是嘉义市政府日前却和县府协议，县公车唔免比较其他的客运业者，入去到后火车头的交通转运中心来接送乘客，引发着机关强烈不满，痛批这根本就是只准州官放火，不准百姓点灯。其他的客运公司，他如果为了比照这样子办理，我嘛无认识你，我只爱把水给你，爱把你的周边啥物拢弄坏，哪安尼我无爱做，我嘛认识中间拢较快咯，哦，我的人在伫遐做车内啦。这里有说明为先公车处理，也可以起步出用月台啊。所以出面结论就是安怎，只准州官放火，不准百姓点灯啦。两三个人开会啊，你竟然会当答应公车公不中间弄坏咯，人在伫遐，嘿，这我就是家务啊。不只是公车会当无入去交通转运中心，对当载客和机关感觉真火大。火车站、进站，包括县公车处占地无行，汽车停放广场所造成的种种乱象，经和机关直言，这是嘉义市交通和城市景观的毒瘤。你会感觉讲，这个进站，后面汽车安尼停车，足歹看哦，你会感觉无？因为都已经要回来处理了，赶紧哦，你身体哦好快，因为咱火车站哦，一进站哦，好大个外来的，人人地拢讲这是后站的。那些站台这受伤已经接受掉医疗，那些站台上面要注意，公车处的那个站体的部分，大概就目前在铁路高架化还没有定案之前的时候，就是暂且先放在。一般定案，这个铁路高架化的定案也不可能是3-5年的事情嘛。受伤行了以后，今天也不能都爱修上来啊。这个就算灾事的毒瘤，我希望你们去把当主席的我们的医生市长，这个东西，请他拿出他的智慧哦，好好的去解决，不要因为县市现在都是绿色执政，然后我们就来啊牺牲掉我们嘉义市民的人格啊。嘉义县公车处无要行地，无入去转运中心地当载客，嘉义市政府阁得爱帮助来贴补因的亏损。这款的做法对配合嘉义市政府政策的客运业者，明显是有两套的标准，因此引发着议员强烈不满。现在嘉义市政府如何思考创新的策略，提出有效的作为来解决争议，也将考验着执政团队的智慧。最新新闻，中国屏王小三嘉义市采访报道。